我顺。我最近超衰的，什么事情都不顺。年轻人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还是叹气哈？没有啊，就告诉你，来，这个喝下去，保证会转运。来，喝。哦，最近投资股票又失败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突然来找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最近投资股市大涨哎，我们赚翻了，哦耶！可是上一秒，可是最近我被女朋友劈腿哎，好衰哦。对了，我上个 quarter 的 final 差点被打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别讲了，我在对你那个 final 那个 final 的 answer key 的时候，发现我对错了。其实你 final 跑100分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喝可口可乐会让你越来越快乐。